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人工智能，其实在很多荷里活的科幻电影里面都曾经出现过。考下你们啊，知不知道哪套日本的长寿畅销漫画是由人工智能做主角呢？在开股之前，就等我先介绍一下什么东西是人工智能先啦。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是指电脑具有人类的知识和行为，而且具有自我学习、推理、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简单点来说，即是利用电脑去执行人类智能的过程，表现出和人类类似的智慧。人工智能再不是在科幻小说或者在电影里面想象出来的产品。踏入21世纪的今日，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很多 AI 的技术。虽然很多科技公司目前都纷纷着手研发人工智能，但是也都有很多专家评估 AI 可能会带来的缺点。例如人工智能的机械人有可能取代人类去进行简单而重复性及劳动性的工作，导致人类失业。You like talking with me? Yes, talking to people is my primary function. 物理学家霍金教授亦都在去年的10月出席剑桥大学举行的未来智能中心开幕仪式上面，发表了一个很简短的讲话，描述了人工智能可能会构成的潜在危险。霍金教授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确是能够帮助人类消除疾病、消除贫困、阻止气候变化，但是亦都有可能产生一些人类不愿意看到的种种后果，包括产生自主武器、造成经济灾难，以及发展出和人类发生冲突时拥有自己意愿的机器。不过，我相信科学家当初发明 AI 人工智能，目的都是想减轻我们日常的工作量，出发点都是好的。讲了这么多，各位同学记不记得我刚才问哪套日本的长寿畅销漫画是由人工智能做主角的呢？答案就是Do you want to destroy humans? Please say no. Okay, I will destroy humans. No, I take it back. 咁 boring， 讲件好 shock 嘅事俾你知啦。啊！原来隔篱班个猪女同埋秀贤啊拍紧拖啊 ！Oh my god， 佢哋真系好 frustrate 咯。哇！你讲啲咩话嚟噶？英文咯，普通嘅英文咯。同学，咁你都错啦。我哋呢啲字做形容词嘅时候咧，应该用翻佢哋嘅 participle forms 噶。即系咩啊？例如形容感觉的时候就要用 past participle form， 例如 bored、 shocked 同埋 frustrated。 而形容事物本物的时候就要用 present participle， 即是 ing form， 例如 boring、 shocking 同埋 frustrating。 记得下次不要再说这些乡下话啦。知道知道。
大家身體健康，龍馬精神，萬事如意，恭喜恭喜！佢一個咁有書卷氣息嘅地方，我恭祝大家萬事如意，讀多本書，新嘅一年，恭祝大家萬事如意，恭祝大家龍馬精神，恭祝大家身體健康，恭喜恭喜！我喺呢度祝大家學業進步，身體健康，最緊要體育精神，耶！新嘅一年，恭祝大家萬事如意，身體健康，而各位同學都可以做好生涯規劃，好耶！新嘅一年，恭祝大家萬事如意，龍馬精神，哈哈！今年恭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恭喜恭喜！新嘅一年，我哋恭祝大家身體健康，龍馬精神。祝你萬事如意，龍馬精神，身體健康，學業進步，恭喜恭喜！喺呢度恭祝大家萬事如意，身體健康，恭喜恭喜！恭祝大家雞年 ！I wish you all good health in the coming new year。龍馬精神，如意吉祥，學業進步，萬事如意，恭喜恭喜！看書咯，不是啊嘛，在聖誕花前面看書，雞年都嚟緊啦。好，雞年就嚟啦，不如我哋祝大家幾句恭賀嘅説話，好唔好啊？好好好，好嘅。講咩好啊？好啦，祝大家雞年學業進步，你樂於學習。我梗係要熱愛生命噶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